只见桌上大家玩着天九牌，在分摊着钱，但这时已经有个员警在一旁观察，下一刻带人抓捕。穿着绿色羽毛外套跟毒客们讲不要动，就是台南第五分局侦查队长王佑健。初值班的他在队上吃完火锅，在辖区绕一圈，在土地公庙听到拔杯的声音，但发现没有人在拜拜，竟是有人在一旁赌麻将跟添酒牌，立刻叫来队员逮人。几名赌客傻眼，现场是台南小北观光夜市旁的土地公庙，隔壁民宅。春节期间当职业赌场，包含场主15人被捕。有民众以天九牌及麻将聚赌，当场查获赌客15人，查扣赌资20000余元及天九牌等证物。全案依赌博罪来就办。春节期间想说小赌怡情，但遇上认真值班的侦查队长，一群人还是通通被逮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李湘怡台南采访报道。